安，您好，我是刘品薇，欢迎您加入这一节明视七点晚间新闻。头条话题，我们带您来关注的是五一连假，不少人都出去玩了。不过在兰屿就有民众拍到，好几名年轻游客为了欣赏海景，爬上了禁止攀登的象鼻岩。这影片 PO 上网之后，立刻就有网友开酸，说是把自己当山羊吗？另外，曾经在兰屿服务过的急诊室医师，他也警告说，这一旦落海，很难救得回来。那个路不好啊，为什么还要爬呢？明明周遭的路十分崎岖，但好几名年轻游客不但坚持爬上去，还在上面拍美照，等玩够了再寻崎岖道路下来，实在危险。在地人看了直摇头。当地的导游或者是这边这些专业的导游都可以啊，不要自己去玩啊。你这样子会造成我们的困扰。现在我们当地在飞雨季啊，如果在部落发生一些不必要的意外，有人伤亡的话，那个很晦气啊。好，很晦气，在我们当地这样子觉得不好。兰屿的乳头山是不少游客喜爱的景点，过去其实这里设有步道，但由于不好走，因此乡公所决定关闭，并在起点设告示牌，显然不少游客不当回事。但还有更夸张的，稍微靠近海边的象鼻岩也是不少游客喜欢去的景点，但竟有游客不愿意在下面好好拍照，硬是爬上好几层楼高岩壁，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有网友痛批是把自己当成山羊吗？他掉下去就是落海，落海的话海神要去救他，就他如果溺水了，海神要去救他的话，就是大概也是超过要30分钟到一个小时才可能拉上岸。那这样子对他来说几乎是不可能救活的。呼吁民众至兰屿地区游玩，注意自身安全及岸际风浪。切勿随意攀爬礁岩，冒险攀爬不仅危险，也浪费兰屿医疗资源。当地居民欢迎外地游客造访，但危险的行为拜托千万不要。民视新闻李玉翰台东报道。好，同样是危险行为哦，带您来看在台铁平溪牡丹站，这一名80岁的妇人一开始是热心想协助搬婴儿推车到月台上，没想到当时他一个重心不稳，就掉进了月台还有列车中间的缝隙，跌落铁轨。那么当时一名女子见状，竟然说也立刻跳下去想要帮忙，好在最后是车长及时发现，才赶快协助这两个人爬上月台。火车到站，两名旅客把娃娃车抬到月台上，只是娃娃车才刚落地，其中一名妇人却重心不稳，直接往后摔，先是撞上火车后从月台间隙跌落铁轨，另外一名女子见状想要救她也跳下月台，眼看火车门就要关上，这时车长发现状况赶紧上前帮忙。两人坐在月台上，看起来惊魂未定。事发在台铁平溪线牡丹站，84岁男性妇人帮忙把娃娃车抬到月台上，却意外跌落铁轨，造成他身体擦伤，左肩疼痛，幸好送医后没有大碍。因为他斜度比较大，斜比较大，然后有个很大的弯度啊，铁路局很好，他都会广播啊，叫人家小心。列车长都有讲说空隙很大，要小心。真的蛮大，这么大，空隙这么大，我来的是我就要这样。实际回到现场，月台和列车的间隙，下车时确实需要跨一大步，对于老人或者小孩来说相对不方便，但也是防止普悠玛号太胖卡在月台的乌龙事件再度发生，才会敲掉部分结构缩减月台。那个自动都会有广播了，对，就是注意车厢间隙这样。搬到的关系，所以它间隙比较大一点。对对对对，为了让台铁能正常行驶，不得不留下距离较大的间隙。这回旅客一个不小心就掉下去，民众上下车还得更加小心注意。民视新闻陈崇汉新北市报道。在新北市汐止，有民众发现一只猕猴怀中竟然还抱着一只小猫，这只小猫还被猕猴倒着拖行。这画面曝光之后，不少网友都担心小猫的安危。而新北市动保处在接获报案之后，也架起了诱捕笼，希望用诱捕的方式来抓到这只猕猴，但目前都还没有抓到。远远看到一只猕猴在路旁东张西望，发现民众后，他拿着地上一个黑色物体，一跛一跛的往前走。乍看还以为是受伤了，结果仔细看，他手里抓着一只小猫，还被倒栽葱拖行。小猫不断发出虚弱的喵叫声，猕猴还是紧抓着小猫不放。停下脚步的时候，还把小猫压在地上，看起来奄奄一息。附近民众看到，在脸书上发文表示，有经过新北市汐止区八联路上的人能帮忙留意。万一只是怕幼猫还那么小，等一下
几天没吃东西，等一下搞不好就已经做已经怕是怕这样子了啊。民众表示，在4月28号就曾看到猕猴抓的小猫走来走去，试着用食物诱骗猕猴放下小猫，结果都没有成功。推算时间，小猫已经超过3天没有进食，生命岌岌可危。热心的动保人士得知消息后，带着搜救犬来找猕猴。到昨天都还拎着小猫，所以今天的话是第4天，所以那个小猫已经很危险。猕猴掳走幼猫的行为可能不是想要伤害它，但就怕不同群体的动物不懂得如何喂食幼猫，让小猫凶多吉少。新北市动保处获报后，在1号上午会同里长勘查猕猴的出没点，在现场架设诱捕笼救援。遇猕猴出现，民众可敲锣打鼓或用鞭炮制造声响驱赶。一整天还是没有发现猕猴与猫的踪影，动保处呼吁民众绝对不要喂食，一发现猴子踪迹，赶紧通报他们到场处理。民进新闻连珠武俊德新北市报道。接着要提醒大家的还有恙虫病是一种法定传染病哦，一开始的症状其实跟感冒很像，但如果疏于治疗，严重的话恐怕是有致死的风险。学者最近研究还发现说，在高雄柴山的猕猴身上也有恙虫寄生，就呼吁登山客除了要避免靠近猕猴，还要尽量穿长袖喷防蚊液，避免染病。高雄柴山上的台湾猕猴活泼又自在，还常常主动靠近人就想抢食物。虽然看似山大王在环境自然的柴山上生活得很惬意，不过有学者研究发现，每年5月开始进入高峰期的恙虫病不但危及登山民众的健康，连柴山猕猴也尝试身体为恙的对象。那柴山猕猴身上有带源恙虫呢，在2014年他们的健康相关的研究报告里面就有提到，寄生对象还有像啮齿目的啊或哺乳类动物。每年5月开始恙虫病进入高峰期，国家自然公园管理处特别呼吁民众得特别注意恙虫的叮咬，尤其民众普遍对恙虫病似乎认识不深。我这个不知道，真的就是仿蚊子。那我下次可能我们就考虑就是比较全副武装过来。你说了我就有点担心了。我的尖端去寻找宿主，所以只要是不管是人啊或者是野生动物，只要经过这些野草的地方，那一些恙虫的幼虫就会找到宿主，就会寄生到那个宿主的身上。人体被恙虫叮咬后有1到3周的潜伏期，初期症状和感冒类似，要是疏于治疗却有很高的致死风险。通常被恙虫咬到的话，它会有一个所谓的潜伏期，有点类似像感冒的症状。对，那它比较典型的一个症状是说，恙虫咬到的地方呢，会有一个叫做交痂的一个皮肤病灶。恙虫叮咬动物为的是吸取动物的组织液，柴山猕猴都逃不过，民众上山当然得格外小心。这个恙虫病会不会经由猕猴来传染给人？那基本上这个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基本上不太可能。学者强调，连柴山猕猴都有恙虫困扰，更何况细皮白肉的人类，进入恙虫病传染的高峰期，民众到野外一定要格外当心，有病征也要赶紧就医。民视新闻郑博威、陈凯茂、洪明生，高雄屏东报道。接着来看到，在高雄寿山，每到假日都会吸引很多游客上山去踏青，但是现在就有民众目击这一台白色汽车不顾用路人的安危，在山路飙速过弯。那么对此，警方表示说会根据这段影片开出危险驾驶的罚单，也会通知车主到案说明。下坡的白色汽车高速过弯，把对向汽车吓得直往旁边闪，轮胎摩擦路面发出尖锐的刺耳噪音。下坡完后又回转，接着上山。白色汽车高速绕过前方机车，在蜿蜒山路上根本是危险驾驶。这地点在高雄开往寿山的万寿路上，白色汽车被目击不断来回飙速，山上住户还有游客都被吓到。如果有人走路，应该是不要这样做比较好。他们如果太快，我们脚踏车从我们脚踏车旁边开过的时候，我们也会觉得很危险啊。高雄万寿路是通往动物园的必经之路，当时还是星期假日，更有不少游客登山踏青。小客车罔顾其他用路人安全，飙速危险驾驶，引发民众踏罚。警方加强路检稽查，防止飙速歪风，也将根据影片内容依法开罚。本所尚未接获相关报案，另经检视民众所提供的影像画面，本所也调阅相关监视器，已锁定车牌，将通知车主到案说明。全案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危险驾驶致单举发，
另研议刑法185条公共危险罪侦办。依照影片来看，小客车跨越双车道行驶，未打方向灯，又无视机车骑士安全，快速右侧超车，再被以危险驾驶，处新台币6000元以上24000元以下罚锾，还得吃上一条公共危险罪。民视新闻郑兆佐高雄市报道。确实台湾之前就曾经被外国媒体评为是行人地狱，那么现在为了洗刷这个恶名呢，内政部警政署从今天5月1号开始就要加重取缔，加重罚锾，转弯如果没有先礼让行人的话，最重是可以罚到3600。那么根据警方的统计，从今年的1月到3月份，全国取缔违规的数量相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38%，也可见这个执法的强度是有逐渐增加的。不过也因此凸显出不少驾驶的守法观念还是有待加强。黑色轿车才刚转弯，差点撞到行人，马上被拦下来。现在有看到行人在过马路吗？有看到。那靠边停的。还有这台白色轿车，行人还在过马路，硬要找缝隙钻，也马上被远警要求靠边停。你好，有在加行照吗？内政部警政署5月1号实施扩大取缔路口不礼让行人大执法，针对四大重点取缔，包括路口不礼让行人、人行道违规停车和违规临时停车，非号志化路口未依照号志停车再开，还有取缔道路障碍，像是路口移动式摊贩卖玉兰花、发传单等，也是算在内，最重罚3600元。我觉得不错，有一些驾驶他认为说，应该是行人让车子的。观念不对，所以那个纠正过来也是有改善，但是还是有进步的空间，我觉得还可以，6000还可以，可能重罚会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吧。根据统计，全国警方取缔违规今年1到3月一共30717件，相较于去年同期的12893件，增幅138%，可见执法强度逐渐增加，但也显示民众守法观念还要加强。3月31号，这个交通部已经修订了这个财罚基准哦，汽车的财罚一律提高到3600元。立法院4月14号已经修法通过，这个有关汽车的最高财罚已经提高到6000元，下半年会公布施行的日期。台湾被外媒指称是行人地狱，警方不但在重点路口拦查，也强调会采用科技执法，加强取缔，希望彻底洗刷恶名。民视新闻陈宇、黄柏荣 SNG 小组台北市报道。接着我们持续带来追踪的是中油大林炼油厂在去年爆炸的这起事件哦。当时委托了第三方做的事故调查，发现是设备有问题引发爆炸。不过现在就有高雄的议员踢爆说，指控这个中油内部有严重的人事管理问题，还秀出了吹哨者所提供的这个爆料照片，点名工会的干部根本是把高粱酒直接带进了工厂，还要求现在要要求劳工局彻查到底有没有员工酒醉操作的事情。那其实这个喝酒的人前面他是在办公室里面，他前面有一个报纸显示人的时间点是2020年的4月。那其实呢，这个之前跟之后都有这个状况。高雄市议员陈缇娜接获吹哨者提供爆料照片，中油员工在工厂内喝酒，甚至还是工会干部把高粱酒带进工厂，放在私人置物柜躲避劳动检查。高风险制程的中油厂区居然有这种事，可见内部人事管理问题很严重。这些资料在我手上，表示其实真的有人看不过去了。我们也有通知中油公司一定要加强的内部管理，特别是有遇到高处或是高风险作业的时候，绝对是禁止的。尤其去年10月28日，中油大林炼油厂第三重油脱硫工厂发生气爆火灾，因为管线残留的氢气燃烧，火势相当猛烈，消防队出动了18辆车前往救援，市长陈其迈也到现场坐镇，幸好没有人员伤亡。但是花了半年委托第三方做的事故调查，直指设备问题，现在又爆出中油厂区有员工喝酒操作的疑虑，附近居民听到消息简直炸开了，直呼不可原谅。这是因为他们没有上紧发条，而且工资该计较起这么舒适，真的不可原谅。我是觉得该惩处就要惩处。像是酗酒、喝酒方面的那个，我觉得真的是蛮严重的，因为这是他们厂方管理疏失的问题啊。
大林炼油厂区附近居民不断要求中油要进行公安总体检，甚至提出迁厂或迁村等诉求。如今又爆出员工喝酒操作，要降低民怨，恐怕没那么简单。民视新闻郑兆佐，高雄市报道。我们在上个礼拜有为您报道过，新竹市城隍庙管委会之前有预告说，从今天5月1号开始，他们所有的店家品项要全面调涨5块钱。不过今天要带您来看，其中有一间甜不辣摊贩，老板坦言说，虽然过去这一年多都是亏本在做，但是还是舍不得顾客多花钱，所以决定不涨价。那消息一出，也让很多消费者大赞，老板真的很佛心。林老板在店里忙进忙出，替开店做准备。即便食物不方便，也丝毫没影响。但原物料持续上涨，不少店家都吃不消。城隍庙内的小吃街决定集体调涨价格，但这间甜不辣店老板却逆风动涨，舍不得顾客多花钱。可以应付所有的开支之后，让我有一点点的盈余，说可以继续回馈这些社会，然后我自己有一碗饭吃，这样我其实很够了。我这个样子，我没有去想说我在赚钱要干什么。讲着讲着，眼泪不禁流下来。林老板多年前曾经出车祸，造成双手食指截肢，全身将近80%的烧烫伤。不少民众力挺老板，特地到场购买，才让林老板谷底翻身。老板也决定回馈社会，暂时不涨价。心里觉得说，我不想这么快涨，我想等等看物价会不会跌回来？如果它跌，我根本就没有必要涨啊。但是还是要视情况，如果后续真的物价调太高的话，我觉得它还可以视情况再调整它的价格。我自己可以接受是1到2成。现在景气很不好啊，一般的上班族荷包都很紧，所以觉得在薪水不涨的状况底下，他这样真的很佛心。林老板走过烧伤，开店重生，坚持原价，要让这好滋味可以让更多人品尝到。民众黄兆康新竹报道。接下来要提醒大家哦，在连续假期，有些民众会约在国道服务区汇合共乘，那车子可能就会暂时停放在这个停车场。但要提醒大家的是，这个服务区的停车其实有时间上限的，不能超过4个小时。如果超过的话，除了会被开罚最重1200元，违停太久，还有可能被直接拖掉。连假的最后一天，很多民众开车到南投服务区，不过有人车子一停就超过半天。别以为停在服务区的停车场就没事，超过时间可是会挨罚。像他们会贴这个单子，都是已经停多久了？4小时以上。警方表示，国道服务区主要是供用路人暂时停留休息、饮食或上厕所，并非停车场，因此针对服务区临停有规定，不得超过4个小时。4小时以内就可以啊，我觉得可以啊，因为下来通常不会待到4小时啊。不定时的进来这边做迁巡，然后去巡查，会去留意这些车子。第二个，服务区里面的话，它会有一个查询车子的一个机制，他也会通报我们有超过4小时的记录。南投服务区最近因为进行太阳能板施工，停车的空间大幅的缩减，加上有民众会相约开车到服务区汇合，然后一起共乘去爬山旅游，把车辆停在停车场，造成停车严重空间不足。服务区的交通拥塞，警方近期针对超时违停的车辆依法开罚。依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管制规则的话，是会一致拖掉以及保管，并依规定处罚条例第33条，处以600元以上1200以下的罚款。除了依法开罚，超时违停的车辆还会被拖掉一致保管，拖掉上架的费用就要2400元。警方呼吁民众切勿违规，以免荷包失血。民视新闻张家维南投报道。带您一起来看云林麦寮乡浊水溪出海口，有巡守队员发现了这里出现了一个大型的红色气球，就卡在防风林。那么因为这个红色气球尾端还拖着超过250公分的红色布条，而且上面写的是简体字，巡守队员就一度怀疑说这会不会是来自中国的间谍气球。不过好在打开后里面是空的，也没有任何的监控设备。大红气球高高挂，卡在树梢上，尾端绑着长布条。志工好不容易将气球拉下，解开残住的布条，拉开摊纸一看，惊见上面竟是一串简体字。
去了以后才知道说那热气球真的是很大，上面写的字是简体字，表示不是台湾的热气球。红布条鲜黄字写着“鸿运昌盛，李文发、何家贺”。这颗空飘气球被发现在云林县麦寮乡的防风林上。我发现说它还有气了，里面没有东西了。哦，是空的。对，我们检查里面没有东西。拾获简体字大红气球，民众一度担心是来自中国的间谍气球。打开再三检查，发现里头没有暗藏高科技设备，这时大家才松了一口气。是不是里面有塞什么东西？哦，对不对？我感觉是这样。哦，所以我们就打开看看。260公分呐。布条长度约260公分左右，气球则有140公分。难道真从中国漂洋过海到云林麦寮？于出海口生态园区捡拾到从中国漂来的旗帜跟气球哈。那记得过去这种旗帜跟气球是在应该是60年代比较容易看到。因为阵有靠空飘传单来，我阵做虾米做多啊。其实当地民众说，过去在60年代也曾见过对岸的宣传气球，没想到事隔多年，中国气球再度现身台湾，尤其两岸关系敏感之际，不免让人引发联想。民新闻蔡松林云林报道。国际上焦点，我们一起来关注南韩总统尹锡悦最近在美国国会发表了演说，指称美军陆战队在韩战期间奇迹冲破了中国120,000军队包围。好，不想当然，这一席话呢立刻引发了中国不满。中国官媒央视最近是立刻重播了韩战电视剧，中国外交部更宣称说是中方歼灭美军24万人。我们将要面对的是世界上装备最好的美国军队。中国电影《长津湖》改编自韩战期间关键长津湖战役，把该场战役描写为中国军队的重大胜利，并定位为爱国主义电影，动员民众去看，创造近60亿人民币的票房。但访美的南韩总统尹锡悦在国会发表演说的内容却直接打脸。With the landing of Incheon and turned the tides of the world, Operation Chromite was one of the greatest decisions.Ever made in the history of war. The U.S. 1st Marine Division miraculously broke through a wave of 120,000 Chinese troops.At the Battle of Lake Changjin， 尹锡悦强调，美军成功突破120,000解放军人潮包围，但也遗憾美军用4,500条生命换得南韩安全。Sons and daughters of America sacrificed their lives.To defend a country they never knew and the people they never met. In the Battle of Lake Changjin alone, 4,500 American service members lost their lives. 关于长津湖战役，根据中方战史记载，此役共歼敌3.6万人，其中美军2.4万人，包括全歼美军一个整团。美军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中将也在混乱中翻车身亡。对于尹锡悦的说法，中方强烈不满，想用史实反驳。但根据了解，长津湖战役只是第二次战役的一部分。所谓歼灭美军24万人是整个第二次战役。此外，沃克确实是翻车身亡，但他没有参与长津湖战役。大外宣在国际上公然被戳破，也让中国共产党的碰轰事迹再添一桩。民视新闻综合报道。国内政坛焦点来关注，副总统赖清德在今天出席了万华区的绕境大拜拜，不止在地乡亲热烈欢迎，庙方主持人更高喊总统好。好，不过要拼2024哦，除了要顾好本土派的支持者，赖清德也持续加强跟国际友人的互动，在今天就亲自接见了美国前国安顾问波顿，当面表达希望美国可以支持台湾加入 CPTPP。直接高喊总统好，副总统赖清德出席万华绕境大拜拜，受到满场热烈欢迎。中庙轮流举办，到我都宣传到这当中，啊，请个大家向大家表示敬意。特别是疫情期间，咱大家毕竟中庙啊，大家安尼串联，共同合作，帮忙庆祝
来对抗这个疫情。至此紧扣公庙渊源和在地连结，与庙方人员轮流拍合照。赖清德每次都站起身来迎接，也亲自参香扶教，礼数做到最足，顾好本土族群，也加强和国际友人互动。接见访台的美国前白宫国安顾问波顿，两人就像老朋友一样热络。赖清德感谢波顿常年致力增进台美关系，关注台海局势，也表达希望美国支持台湾加入 CPTPP。备战2024总统大选，赖清德勤走地方，也拼外交，积极累积更多政治能量。明天新闻综合报道。每年春夏之际，美国气候相当的不稳定哦，也就是正值所谓的龙卷风季。上周末在佛州就出现了强烈龙卷风，造成大规模的损坏，不止当地房屋屋顶被掀翻，汽车被吹得东倒西歪，还传出说有部分的地区停电。不过幸好没有传出人员伤亡。高速公路上龙卷风掀翻汽车，车体碎片卷上天际，让车内拍摄的男女连连惊呼。美东时间4月29号傍晚，龙卷风袭击美国佛州棕榈滩花园，酿成大规模破坏，包括吹翻公寓的屋顶与大门，当地市民被吓得无语伦次。I have a water view from my place, from all the tree damage. There's cars, there's you know 20-30 cars in the parking lot that are totaled. Cars flipped on top of each other.棕榈滩花园市政府推文表示，龙卷风造成全市各地出现屋顶、房屋结构与汽车的损坏，但没有接获人员伤亡的通报。根据气象单位的报告，这次袭击棕榈滩花园的龙卷风强度达到改良型藤田级数的第二级，属于强烈等级，风速来到每小时约209公里。这个龙卷风触地后移动了约4公里，持续大概11分钟。龙卷风还造成佛州上千住户29号晚间无电可用，直到30号早晨仍有上百户处于停电状态。明日新闻林浩博综合报道。足球在日本也是非常受到欢迎的运动哦。那运动人口很多，像是在东京的长青足球联盟，从去年开始甚至还增加了80岁以上的组别。那么其中最年长的已经高龄93岁。那么在这个联盟当中呢，也是卧虎藏龙哦。其中有一名83岁的成员，他过去竟然还是日本足球联赛的初代进球王。他说又活到老，踢到老。在绿油油的草皮上你来我往，放眼望去全部都是白发苍苍，因为这是东京长青足球联盟的比赛，所有成员都超过60岁，其中最年长的是几岁让你猜。試合でゴールキーパーやるのはね30年ぶりぐらい more than 30 years 他のポジションでしたからね、うんもっと痛くなるようなね。昔はもっと痛いけどキーパー。这场比赛，白熊队的守门员已经高龄93岁。这个联盟从2002年发展至今，已经有18支队伍。去年开始更成立了80岁以上的组别，反映的是日本高龄化社会的现况。日本の社会の構図のごとく、高齢化社会でも元気でこういうことができる典型的ないい例じゃないかなと思ってます。足球在日本相当受欢迎，但别以为这些阿公们都只是踢兴趣，其实里头卧虎藏龙。83岁的野村六彦在58年前可是日本足球联赛的初代进球王。私が子供の頃は、大人のおじいちゃんって言ったら50、60がおじいちゃんだったんですよ。それがもう80でまだ現在は皆さんやられてるということはね、もうすごい驚きはありますね。尽管曾经受伤开刀，家人还是很支持野村活到老踢到老。对这些银发族球员来说，踢球不只是维持运动习惯，更是结交新的朋友，让身体健康，心也不凋零。明日新闻综合报道。接着来看看这罕见的画面哦，在高雄的古寿宫上个月底才整修完毕，进行天上圣母安座大典。不过在典礼上却突然出现了大批蜜蜂涌入庙中飞舞，庙方说其实看起来像是跟着来祝寿。天上圣母安座大典，岐山有功来祝寿参拜，殿内却出现大批蜜蜂漫天飞舞。七位朝天宫的委员们专心参拜，丝毫不受蜜蜂影响。
这也是高雄新兴区的古寿宫，上个月底整修完毕，进行安座，不少友工都纷纷来祝贺，却出现大批蜜蜂，像是跟着来祝寿。整个祝寿的当中都有很多的蜜蜂，这样那个蜜蜂都在空中盘旋，然后等那个法会结束，哎，蜜蜂就开始散掉。我们不要驱赶它，啊，不要驱赶它，自然它就祝寿完，到时候它就自然会走，因为它一定有一个蜂王带进来才会那么多。成千上万的蜜蜂成群结队，不会攻击人类。空中盘旋的景象仿佛大雪纷飞，让庙方啧啧称奇。我长这么大了，将近80岁了，从来没有看过这种盛况。周遭的环境也没有那个什么那个龙眼花，也没有芒果花可以采嘛。那这个只是自然界的这个生态，我们觉得很神奇。其实其他县市庙宇也曾经出现过相同景象，有人认为是神明安座展现神机引来蜜蜂观礼，但也有蜂农认为可能是蜂王分巢的自然现象。《民视新闻》的山田高雄市报道。未来再也看不到夜市捞金鱼了吗？农委会预告动物保护法的修正草案，将禁止摊商以游戏或是任何娱乐的方式把动物当成赠品来交换。也就是说，一旦修法通过之后，夜市常见的捞金鱼或是套圈圈送乌龟，这些游戏都会被禁止，最重开罚25万。这只网在水池中锁定目标，卖力一捞，很多人的童年回忆就是在夜市捞金鱼，但未来可能成为绝响。农委会预告动物保护法修正草案，禁止摊商以游戏和娱乐名义把动物当作赠品交换，最重可罚25万。惊吓啊！我形容我嘛唔知道要安怎啊！即摆来看政府讲是唔是可以放宽了，放宽这个时段，让我们有所准备。我看要改行还是安怎啊？我们这个都是租的啊。好像是判了死刑一样，3年疫情没有死，结果一条那个动保法令把他们判死。光是士林商圈就有5摊，业者听到修法消息宛如晴天霹雳，因为以往动物交换或赠与限于不当目的时才会处罚，但这次修正草案增列禁止娱乐营业目的，包含夜市常见的捞金鱼、捞乌龟或是套圈圈送动物，未来都将处罚。不能再捞金鱼，那是看法是什么？我觉得很好，就是我觉得夜市卖很多小动物，但是买回去的人也不知道怎么照顾。对，然后也不知道业者怎么弄来那些小动物的。可怕是说，那还有去射那个麻雀，看那个捞金鱼哈，那个你看看它在一个小小池子，第一个本身那个含氧量哈就已经有问题，而且捞起来以后又用塑胶袋这个装起来，你又带回去，大概90%，我想一定都完蛋。另外，这次动保法修法草案也强化饲主课责，精进宠物产业管理，也加重动物虐待伤害刑责，授权动保检察员执法时，在紧急情况进入私领域。动物的一个平权应该更受到重视。我觉得这次修法，当时已经跨了一大步。我觉得这个观念还有待再提升。这次的修正草案是1988年来动保法公布后最大规模的修改。动保专家认为，台湾社会下一步要继续朝着动物平权的目标努力。民视新闻刘玉琪、陈荣安、郭南红台北报道。有关健康的话题，我们一起来提醒大家哦，肠病毒现在正流行，上周的门诊人数再比前一周飙升了43.5%。小儿科医师就提到说，最近就有像案例是爸爸吃了女儿吃剩的面包，结果也被感染。那么医师就提醒，现在不要怕因为浪费就帮小孩吃完他吃剩的食物，即便在家中也要注意共食的风险。难得悠闲下午，几个家庭聚在一起野餐，但肠病毒正在流行，共食的风险不得不注意。医师林志威在 FB 特别提到，一位爸爸因为吃了1岁半女儿吃剩的面包，四肢长满肠病毒的痛痒疹子。我在诊间又看到爸爸就说：“哎，这个手脚都有长一些，就是肠病毒这个疹子。”那爸爸就说：“可能是上次在候诊的时候不小心吃了这个小朋友这个面包，然后可能就中。因为妈妈没有吃这个小朋友的面包，所以妈妈目前就是都没有得到肠病毒这样。”林医师更分享，一位4岁男童不满被2岁弟弟偷喝水壶，报复性喝回去，结果两个人一起发烧。
他呼吁请大家不要这么爱吃别人吃过的东西。不过其实许多人在家中本来就是你吃完我再吃，我吃完你再吃，早已成习惯。可能大人吃的，然后原本没有计划给小孩吃，然后他说他想要吃，然后给他吃一口。大人给小孩吃，小孩给大人吃，其实也不太好。我们通常都帮他吃啊，对啊，所以才会这么胖。因为肠病毒他不怕胃酸，所以他吃进去之后，他可以经过胃酸还活着造成感染。你就用公筷母匙的概念，他要吃的东西就挖到他的盘子里面去，他就自己吃就好了。医师呼吁，真的别再共食了。看看肠病毒门急诊，上周有5470人次，前一周来到7851人次，上升了43.5%，更是高于近6年同期数字。家长这才惊觉，原来孩子吃剩的东西自己别乱吃。当然，家长嘴巴碰过的饮料和食物，也避免再和小孩一起共享。以免肠病毒交叉感染，全家人都挂病号。民视新闻李森、严文谦、刘玉绮台北报道。接着是今天的到顶够健康，我们一起来看，不少人还会中药西药一起吃调养身体。不过医师就说了，这种合并吃法有的时候不见得有双倍效果，反而会伤身。而且就算中药的部分只是药膳温补，药效也不容小觑，不建议跟西药合并吃。带您来了解。抓中药吃西药，两个都要，但放在一起吃效果可不会更好。即便作用相同，不见得是加分，反而更伤身。看那血压高，或者是说他有病史在这个部分，那甚至有做指甲，我们都会问清楚活血化瘀的啦，因为他吃抗凝血的。那如果我们要再给他一些什么这个红花啦或者是红曲类的，在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就可能就是要小心，甚至会问他有没有吃一些什么保健什么。本身有服用抗凝血剂的患者想加强血管保养通血路，若再吃活血化瘀的中药，像丹参、红花，可能会导致抗凝血效果太强，增加出血风险。医师就提醒，有定期服用西药控制的心血管疾病患者，想吃中药都得注意。像是降血压的药物，如果跟其他的一些中药，可能会抑制肝脏的代谢，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药物的一个中药来一起服用的话，可能会增强药物的毒性跟药物的作用，像是降血压的作用就可能会被增强，而造成所谓的低血压。另外，服用降血脂药就别再和红曲成分的中药混着吃，会造成肝脏负担过大，排毒功能受损，甚至引起某暴性肝炎。包含服用三高药物、抗心律不整西药的患者都得小心，也别小看药膳的效用。比如说有当归啦、党参、人参呐、黄芪这些。那如果你是属于那种我们所谓的敏感型的病人，那或者是燥热的病人，那甚至于血压就很容易飙高的病人，这些温补的可能都不能够乱吃。中药跟西药其实不太适合一起服用，如果一定要服用的话，一定要间隔2到4个小时，同时在使用的时候一定要询问过你的医师。不少人会把中药当作保养用，但毕竟中药也是药，服用前还是得交由专业医生判断比较保险。民视新闻陈瑞安、黄启豪台北报道。921已经过去24年，而根据统计，台湾平均每30年就会发生一次灾害型强震。气象局认为可以把这个周期我的第一张专辑让我很深刻，是因为我要唱歌以前有没有诚实，而那个诚实是我真的想唱歌吗？做这个音乐又更深、更深、更深的一层去认识自己，透过作品，然后唱诵台湾，请锁定民视频道，精彩内容都在自记线上。老公不是人，就爱007，海边的一帮人，立即搜寻自记线上，免加会员，几点即看。台湾的目睭，民视。角度看台湾，民视新闻。四季线上精彩戏剧，通通免费看。十二潭心跳原计划，午夜密令，立即搜寻四季线上，免加会员，几点即看。
八达音颂，张阿鲁达鲁勒。Suna bini kalibuan na nama cingkia ibu, amana na patagil taurinya kajuanan. Tisuna bini tekayau ania sikavalu ta zalu, amana na armaurau tania nasi. Kinau gawson no atmas itu alima, tapsen sun masih tua angal limado, amilimilingan temagil ak masih tanusun.Mapapungada naman kamasitan nusun. Sa inangwakan ipadain, itayt ko toa samlamlam a karabulwan. Sa inangwakan ipadain, itarad toa niya sunay a pinakalay. Sa inangwakan ipadain, ibatkadan a inalingulan noa maragado. Nyang Jia Di Ji Jing Ao Ji Jing.回到现场，我们一起来关注哦。九二一大地震已经过去将近24年，那么根据气象局的统计，台湾是平均每30年就会发生一次规模7以上的灾害型强震。不过气象局也强调说，这当然只是长期观测的平均数据，目前还是很难精准的估计下一次发生大地震的时间，但还是可以把这样的地震周期当作是防灾参考。位在板块交界处的台湾，经常发生大大小小地震，民众已经习以为常，但地震无法预测，灾害还是让人措手不及。气象局粉专就 po 文指出，以周期来看，平均每30年台湾就会发生一次规模7以上的强震，那是否台湾人一生平均就会经历2次灾害型的大地震？是一个很长期的观测上的数据的平均，那我们也不能说它就是固定几年就很周期性的就会发生。有记录以来，台湾曾发生15次百人以上死亡的灾害型地震，千人以上死亡的也有5次。以过去资料来看，这类地震通常都是规模7以上，震源深度在10公里以内，而且发生在人口密度高的地区，或加上地质等因素影响，就会酿成灾害。大概只有15%比较大的地震会发生在西部，但是因为西部人口稠密啊，发生那个大灾害的这个几率相对的就反而比东部高。台湾近一个世纪内死亡人数破千的地震，1960年以前发生过2次，分别是1906年的梅山地震和1935年的新竹台中大地震。而最广为人知的，则是1999年的921大地震。3起地震的震央都在西部。除非你很年轻啊，从来没有碰过这个大地震的，是有机会碰到那个2次的。可能倒的那个房屋都是一大片，那断层的破裂都是达到上百公里。除了做度更啊，容易发生灾害的一些桥梁啊，要怎么样子去检测，怎么样子去更新啊，这个可能都是中央政府要带头来做的。即便以目前的科学，仍无法从地震的周期或其他数据精准预测出下次大地震发生的时间，但还是能提供民众建立防灾意识，随时警惕。民视新闻陈威宇台北报道。汉光演习即将在本月登场，现在还传出说，今年在美方的建议下，会纳入开设空中安全走廊、还有撤侨等等的科目。要把握。娘家宇宙原力冰泉加 C 冠名赞助播出。四季线上有超过100台的精彩频道随你看，全方位精彩节目，收视大满足。重大议题 Live 播出，让你轻松掌握天下事。最优质的卡通频道，大人小孩都能一起看。精彩赛事不漏接，点燃你的运动魂。超过40个热门频道，通通免费看。立即下载四季线上，让你随时随地轻松看。
更高的角度看台湾。民视新闻，满怀乡土情感，关心社会动脉。国民诗人吴胜将爱写进课本。自己的小孩读你的作品，他们的心情是怎么样？就会笑他。哎，你爸爸写的那个默写就默错了。不舍吴英玲献风波，写书为爱女讨公道。一个人污蔑，把你人格毁灭，吴英玲的东西一定要反问，你绝对不准回应。民视独家专访吴胜，本周六下午5点新闻观测站。假如说空拍是一朵云，在云的思考的角度跟文学上到底有什么不同呢？是咪呀呀哥人地人阿路呀哥老金老不讲一八代哥你哥所罗曼萨金古英啊瓦利斯诺干全新的飞越山海，用不一样的角度看见台湾，都看民视飞越山海，跟我一起翻越台湾，飞越山海，带您看见原住民文学与台湾地景之美。台湾的眼睛，民视邀您一起发现台湾之美。三星减产，市场叫好。本来认为三月份就要发生了，可是三星有它的政治目的，哦，他把其他的这个挑战者同业把它赶出这个市场，故意用杀价竞争，结果他自己也受不了了。AI 伺服器市场新需求，ChatGPT 可能几秒钟就做给你了，所以意思说。福乐比凡先，欢迎回来。接着我们来关注国军每年的重头戏汉光演习，即将在这个月要登场了。那么现在还传出说，今年在美方的建议之下，会纳入开设空中走廊，还有撤离各国侨民这些科目。军事专家还分析说，这代表美国研判台海情势紧张。不过针对这个传闻，国军是立刻否认，澄清今年并没有相关的演练项目。台海情势紧张，国军每年重头大戏汉光演习备受外界关注。传出今年在美方建议下，将首次演练撤侨的环节。台湾局势并不稳定，因为美国在情报上面掌握得非常清楚，他有这方面的撤侨的计划。国军汉光演习过去从未演练过撤侨，仅有2022年推演过松山机场平战转换防卫。这回传出美国建议我方必须演练开设空中安全走廊，撤离美侨在内的各国侨民等科目。军事专家认为相当有必要。对于相关传闻，国防部相当低调，曾经开设空中安全走廊等内容均非演练科目。不过，根据美国军事媒体报道，美国陆军特种作战司令部上周首度实施以中国攻台为模拟情境的军演，演练内容就是美国协助台湾防御中国入侵。隶属美国陆军的160特种作战团，搭乘直升机降落，模拟登陆台湾。美军司令更直呼敌人就是解放军，任务目的就是要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发生。台海情势更方绷紧神经，要做好万全准备。民视新闻综合报道。稍后要带您来看八点档演员齐聚，分享幕后甘苦谈，究竟聊了些什么？内容更关键，讯息都知道。李大霄更辛辣，掌握所有的战情，绝不空口说白话。谁能比我勇？我是徐国勇，我在 YouTube 专攻得用，每天为您的时事加满油，记得订阅、按赞、分享哦。四季线上精彩戏剧通通免费看，《倚天屠龙记》1001夜，《婚姻结业式》，立即搜寻四季线上免加会员，几点即看。FAPA 是台湾人在美成立的第一个游说组织，也是美国多项有台法案的重要推手。拜托咱国会提关议案，超过拢拢个法法的时候，就国会议员替咱讲话。从捍卫台湾民主到深化台美关系，FAPA功不可没。美国对台湾的支持是台湾的两个最重要的部分的其中一个，第一个就是说台湾人民自己的意志。草根外交40年，看 FAPA 的奋斗与贡献。周日晚间7:55，台湾演艺独家播映。是新闻。歌谣大师陈明章，一把乐琴游台湾。
细说不同世代的故事，唱出属于台湾的声音。听台湾在唱歌，每周六下午四点，每周日上午十点，请锁定民视台湾台。你们是要来服务他们的，他们是客人，我们来服务他们的，别闪哦！等一下你要帮他们提行李，然后再做园区的导览跟设备介绍哦。哦，拍照比赛，给人家看看谁最快。来哦，来哦，好，瞬间。有拍到最爽的瞬间吗？本节目由娘家宇宙原力 B 群加 C 冠名赞助播出。四季线上精彩戏剧通通免费看，《倚天屠龙记》一千零一夜，《婚姻结也是》，立即搜寻四季线上免加会员，几点即看。人工智慧在进化 ，ChatGPT 当红，教育、医疗、艺术创作，连诈骗集团也来藏私卡。现在以这种人工智慧当成一个诈欺的一个所谓的犯罪者哈，已经出现了。你 ChatGPT 了吗？星期六晚间十点，民视新闻台，民视一言堂，选贵格天地合部。回到现场，要带您来看八点档演员难得齐聚，分享不为人知的一些幕后甘苦谈。艺人张树伟就说，在拍摄动作戏的桥段，有时候为了视觉效果的呈现，难免会不小心受伤。自己之前就曾经因此长针眼，花了两个月的时间才痊愈。另外，演员苏燕佩也分享，之前曾经在化妆的时候帮忙吴东燕接电话，结果差点被正宫白嘉琪误会。人生短短，就是要尽情享乐啊！一定要吃好的、用好的，怎么可以亏待自己呢？准不准？准啊准！玩个心理测验小游戏，分析一下生活中的真实个性。八点档演员们难得齐聚，分享不为人知的幕后甘苦谈。我长了两个月的针眼，前阵子一直长针眼，很可怜。猫起来长针眼，总共长了几颗？总共长了就一颗，割四刀。其实很辛苦啦，因为我们这阵子拍的戏不只是我们在场，还有像尼哥，前阵子也拍了一场吊那个威亚，整个悬吊在外面四层楼高，然后其实。当然安全措施都做好，但我在旁边看我都觉得很可怕。上演不少动作戏桥段，为了视觉效果卯足全力演出，而近期的剧情发展更是爆点不断。因为我们以前分场打开看会觉得大概会知道那个走向，然后会有一些意料之中，可是这一次的剧本就天哪，怎么可能？角色经过剧情起伏，不止演得过瘾，还能增加经验值。演员王彤认为，跟每个人对戏都能擦出不同火花，感情也像家人一样紧密。不过有人帮吴东燕接电话，却差点被正宫白嘉琪误会。道远，然后我想说到底要不要接？好吧，接一下好了。他说哦没有，东燕去拍戏嘛。我说对对对，那你等一下再打。然后三秒钟又打来，白嘉琪，你怎么会接我老公的电话？就是因为那个工作人员，我就开始结巴，你知道吗？我一拍完戏出来，正宫马上就到化妆间里面了。我说：“你看，你的正宫杀过来了，杀过来。”强调一切都是开玩笑。不过苏燕佩也自曝，有次通告因为手机闹钟没响，意外睡过头，迟到一小时，变成剧组里的情饮料大户，赶紧向大家赔罪。民视新闻陈子凡、李泽明台北报道。稍后台湾电影来看的是南投埔里妈祖庙旁，有民众通报竟然出现了一只小林书豪，风靡全台，豪神炫技，球迷沸腾，独领钢铁强将，挑战极限，力夺荣耀，最狂最精彩的篮球赛就在151频道民视第一台热血直播。都看台湾民视新闻。我的第一张专辑让我很深刻，是因为我要唱歌以前有没有诚实，而那个诚实是我真的想唱歌吗？做这个音乐又更深、更深、更深的一层去认识自己，透过作品，然后唱颂台湾，请锁定民视频道，精彩内容都在四季线上。老公不是人。就爱007，海边的一帮人，立即搜寻四季线上免加会员，几点即看？台湾的目睭
明溪。度看台湾民视新闻，四季线上精彩戏剧通通免费看。十二潭心跳原计划、午夜密令，立即搜寻四季线上免加会员，几点即看。八达英送张阿鲁达鲁勒。孙啊，比你卡里布里万啊，那么亲切啊，一步。阿玛那那巴达吉，达乌里尼亚盖卓安。弟孙啊，比你泰卡亚，阿尼亚西卡瓦鲁达扎鲁。阿玛那那尔马乌拉，阿尼亚纳西。吉纳乌高孙诺阿茨马斯，比多阿里玛。达贵格氧气人生。回到现场，带您来看，在南投埔里妈祖庙旁，有民众通报，在这里出现了一只长约40公分的小鳄鱼。消防队员获报赶到现场，将这一只鳄鱼给抓起来，并且用胶带把它的嘴巴缠起来，避免伤人。今天我们同仁到埔里消防队去收到一只凯门金鳄，那目前的所初判断的那个体长大概40公分，跟去年我们所回报的那一只凯门眼镜鳄的体长似乎是不太一样，所以初步研判应该不是同一只。那后续我们会把这只凯门眼镜鳄会寻求相关的收容单位进行收容。根据消防人员初步的判断，这一只鳄鱼应该是被人弃养的，才会出现在沟渠草丛被民众发现。那目前这只鳄鱼已经交由县府农业处带回安置，接下来要在媒合相关的收容单位来协助收养。接着带您来关心天气了。新的一周要提醒大家的是，首波梅雨封面预计在这个周末假期会来报到。那么回到今天的天气，今天还是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在北台湾天气稍凉，从明天开始就会慢慢的回温，一直到星期六之前，全台各地都是温暖偏热的天气。局部地区可能还要留意，在中午前后有机会达到34度的高温。那么至于在降雨方面，未来这几天只有在东半部局部地区会有短暂阵雨，以及山区少部分的地区会有午后降雨。那么这一波梅雨封面预计是星期六才会靠近，在星期天通过台湾地区，除了南部的平地之外，全台各地都有机会下雨。明天详细的温度预测带您来看。北部地区平均温度20到30度，都是太阳露脸的天气。中部地区22到31度，南部地区23到34度，也都是出太阳的好天气。东半部地区21到29度，外岛地区16到27度。现在要带您到美国纽约来看狗狗特展，晚安，再会。